分的激烈对抗，直接将现场的气氛。我们实力比较均衡，打球比较合理，一下子就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。球的控制，哇，漂亮！这种命中率，好球！中国选手现在坐在了看台上。这个球最后接发球分，又形成对拉。这样12-10，樊振东和周宇又拿下了第二局，双方目前打成2-0。漂亮！5-5，4-5。这个球又是。5-7。还是在控制机会。9-10，还有机会，漂亮！徐春浩中远台反手的反拉，徐春浩也是一名反手非常强势的运动员。这还是落点，形成对拉。最后这一局，3-0领先。两排，这样4-1，周宇和樊振东是战胜了队友周凯。